像这么大的鼓包，猫眼螺就不小了。哎，看露眼睛了，在这里出来了。关键是，哎，你们俩干嘛呢？走吧，那个太小了，就不要了。哇塞，哦，这个肉怎么这么大呀？我天哪！看，像这样的猫眼螺，没个三五年是长不了这么大的。这个小肉肚，回家之后炒个青辣椒，那还太解冒了。它这里边这个沙也特别多，所以说猫眼螺清理微观是至关重要。行，这个袋子吧，这是一个海葵，看，昨天挖了好几个了，今天来这边又见到它了。这种海葵你得断车吧，要不然它会断掉。哎呀，先给它挖深一点，挖的越深它那个逃跑几率就越小。哎，差不多了。嘿，哇塞，看，我天哪，这个可以啊，特别完整，也没有断，这个回家吃起来特别补，特别是冬天。是，像这样的带走了。过瘾了啊。